佛法，利益众生，尽在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这边走了马路门头等我的就是若做个喇叭就打这样喇叭这样的送这的人接着你们的老的接着的中在门在的等我的那个今年中在他这能多年大家三平他所有的你做家这的我这招这道这你坚持道路门西人家伙人要懒得的欧玛拉巴扎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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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玛拉巴扎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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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玛拉巴扎那欧玛拉巴扎那的最终的结局结束我这个结束了的妈妈把老人挂到他们就上路都把路住不必那我接得说了娘姐钱包做的你没想送你妈妈钱包那家的巴格尔达昂赞度学摩托东巴地基将拉上山路各位法师，各位师兄，大家晚上好。首先，请大家发菩提心啊！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听这个课啊？听这个课的目的，最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啊，就是要发菩提心啊！我们什么叫做菩提心啊？我们每一天都要提醒大家。发菩提心啊，这个是我们大乘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它的一种讲课的时候它的就是一种方式。任何时候讲，不管是大乘的、小乘的、密法的，任何一个课开始的时候，都会提醒大家发菩提心啊，因为这个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每次都要提醒大家发菩提心啊。那么我们也是啊，每次我们上课的时候，首先要提醒大家发菩提心。那么菩提心呢，我们很多时候有把菩提心理解为慈悲心啊，理解为慈悲心。慈悲心呢菩提心的基础，但是呢，慈悲心。还不是菩提心啊，慈悲心要上升到这个菩提心的层次这个时候呢才叫做菩提心，就是慈悲心呢要上升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或者是说慈悲心还有智慧这个时候呢才能够叫做菩提心简单的说，我们比如说我们今天上课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发心我为什么要这个听课呢我一定要让天下所有的众生成佛，为了让天下所有众生成佛首先我自己要成佛因为我自己不成佛的话实际上就是没有办法利益众生所以我自己要成佛。那么我成佛怎么样成佛呢那我就是要去修心呢修心才能够成佛。修心在这个之前我们要去学
这个修心的方法。如果我们不懂啊修心的方法，那么怎么修心没有办法修行。所以啊要去学习修心的方法啊。所以我今天啊听这个课啊就是要这样子啊请大家发菩提心。接下来啊我们就将今天的这个课也是关于这个华严经。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呢啊相对论与华严经。啊我们为什么要讲一个这样子的这个题目呢啊第一个从我们个人的这个修心的角度来讲啊我们啊要知道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都是相对而成立的，不是绝对的成立。任何一个啊外在的、内在的，用我们佛教的话来讲啊，外面的世界就叫做气世界啊，然后众生啊就叫做有情世界啊。意思就是外界和众生啊，生命和世界，不管是世界啊，或者是生命，都是啊，都是它的存在、它的成立啊，都是相对而成立的，没有一个是绝对成立的啊。这样子以后呢，对我们的修心有什么帮助呢？我们啊，一直都认为。这个万事万物都是啊绝对的成立，就是说我们以为啊，我们一直都是以为这个世界它是真实的、真实存在的啊，真实存在的。然后包括我们自己啊，以及啊其他的，都是我们觉得都是真实的存在啊，都真实的存在，都是绝对的存在。那么就是为了大婆。啊，为了大婆啊，这种啊，这个执着啊，禅宗啊，就特别的强调的两个字啊，对禅宗来说，就是一个高频率的啊词汇是什么呢？就是放下这两个字啊，放下这两个字。那么这个放下呢啊，我们到底要放下什么啊？怎么样放下啊？我们平时都说啊，不能有执着呀，不能有分别念呐，不能起心动念呐，不能有烦恼啊，啊，大家都这么说啊。但是呢，不能有，不能起心动念，这就是一个要求而已啊，只不过就是一种要求啊，要求我们啊不要起心动念，要求我们不要啊执着啊，但是。要求我们啊，我们能做得到吗？我们做不到。这样子的要求对我们来说哦，是没有用的啊，没有用的。为什么呢？对我们有这样子的要求，我们啊不可能不起心动念呢，不可能啊不执着呀，不可能所有都能放下呀，所以这种要求是没有用的啊。那么有用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要给我们提供一个啊不起心动念的一个方法啊，然后给我们啊一个能够放下的一种方法，这样子才能够啊我们才能够放得下。否则的话，要求我们不要起心动念，要求我们不要执着，要求我们放下啊，这个要求是没有错的，但是呢我们做不到啊。所以不能要求我们啊，只能教我们一个方法啊，只能教我们一种放下的方法，不执着的方法啊，然后就是不起心动念的方法啊，然后这个方法如果啊给我们提供一个这样子的方法，那么我们把这个方法掌握好了以后呢，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我们自己的工作了，我们要去学，我们去修啊，一步一步的去做啊，这样子才能够放得下。啊，才能够放得下。所以我们啊最终要放下，但是这个放下需要有方法啊，还有一个方法的一个彻底的方法，也就是一了百了这样子的方法是什么呢？首先我们不观察外面的这个世界它是真实还是不真实啊，万事万物都是我们的今生的啊
投影啊，它就是我们投影机啊，在这个屏幕上打出来的啊图一样，我们的心啊就像这个投影机啊，然后我们看到的这个时间就是这个投影机打到这个屏幕上的图像一样啊。这个我们具体的明天的这个课里面呢，也是一个华严经的一个一个题目啊，在这个里面要详细的介绍。嗯，那么这个投影机啊，像投影机的是我们的心啊，所以如果你像这个屏幕上的这个图像灭掉的话，那么这个屏幕上是灭不掉的啊，就是要这个机器上啊灭掉，它就啊把机器关掉了，这个上面是没有图像的啊。机器不管在这个上面是没有办法关掉的。嗯，同样的，大乘佛教的最终极的这个诀窍，它先不管外面的世界真实不真实，存在不存在啊，先啊看我的心啊，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嗯，这样子他了解了自己的心啊，然后实际上万事万物就统了啊，就真悟了，这是一个方法啊。但是呢，这种方法啊，这种方法少数人的身上啊管用的啊，我们啊大多数人还是不管用。为什么不管用呢？因为我们啊把这个世界啊就特别的执着啊，特别的执着，然后呢就是我们的根基啊也不怎么的成熟啊。什么叫做根基成熟不成熟呢？比如说我们对生死轮回的这种相信啊，信任啊，还有对这个三宝的心性，嗯，三宝的心性，然后我们对这个解脱的需求啊，这些都比较淡啊，不是很深入，嗯，比较淡。我们相不相信因果？相信啊，但是不是很深刻啊。信不信佛？信不信佛法僧三宝？行，但是呢也不是信的，也不是很深入啊。想不想解脱？有些时候想，有些时候不怎么想啊。然后呢到底想还是不想，我们自己也搞不清楚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根基就是不成熟，这些都叫做不成熟啊。然后这些不成熟的这个精神啊，它不能获得这个佛的智慧啊，它看不见啊，他没有办法去悟啊性的本性啊。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其他的方法让他逐渐逐渐的成熟，然后呢最后我们要放下的时候，我们的啊就比如说我们啊就抓住某一个东西啊，紧紧的抓住啊，不放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的一个的手指头啊就啊搬开，然后呢最后啊才能够放得下啊，把一个的手指头啊这样子以后呢才能够放开啊，否则的话因为我们抓得非常非常的紧啊，抓得很紧，所以一下子让我们一下子放开啊，这个放不开啊，放不开。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佛想办法，那么五个手指啊不能同时放开，那没有关系，首先啊这个小指头，然后无名指，然后就是中指、食指、拇指，一个一个的松开啊，才能够放开啊。实在是一下子松不开，那么一个一个的松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方法啊。那这个方法呢，我们今天我们的啊，这个就是让我们啊松开一个手指啊，这样子的方法，我们把这个一切外在的和内在的啊所有的东西，我们认为它是绝对的这个存在的啊。绝对的存在是什么意思呢？它的存在，比如说这张桌子啊，这张桌子的存在，我们认为啊它不依靠什么其他的东西，它就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一张桌子啊，就是一张桌子，它的存在不需要
啊，不需要依赖其他的东西。依赖什么呢？桌子就是一张桌子呀，它就在这里啊，一直都在，一直都存在的啊，就是一个独立存在，它的存在不需要依赖任何的东西啊，这个叫做绝对的存在，不需要依赖，不需要依靠，它是独立存在。嗯，我们把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东西就是这么认为，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存在的方法啊，那这叫做绝对的存在的方法，绝对的存在。嗯，然后相对的存在呢啊，这张桌子啊，那么它的存在啊，不是我们刚才讲的这样子，是绝对的啊。它为什么啊？我们的眼前，它为什么啊？就是一张桌子啊，它的形状、它的颜色啊，这一切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它是不是外面啊存在一个真实的这样的东西呢？然后就告诉我们啊，这个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啊，它为什么是这样子啊出现我们的眼前？还有很多其他的很多很多的条件，这些条件都具备的时候呢，然后它在我们的啊眼里，叫在我们的视觉当中啊，在我们的视觉当中，它就像一张桌子啊。但是它是不是永远都是一张桌子，或者是它是一个，先我们不说永远啊，它当下啊是不是绝对是一个桌子呢？然后我们的啊一直都认为这是一个绝对是桌子，对我们来说它绝对是一个桌子，我们会怎么说啊？但是呢，这个我们如果不去观察的话，可以这么说啊，但是稍微在观察的时候，然后我们发现啊，它的存在它不是绝对的存在，它有很多很多的其他的因素啊，这些因素让它在我们的视觉当中就变成了一个啊这样子的东西，这个我们会发现，这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它的存在啊就是相对的啊，是相对而成立的啊，不是绝对的存在啊，就是从我们的修行的角度啊，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也有帮助的。从今以后，我们啊就明白啊，万事万物都是因缘和合啊，都是因缘和合，没有一个是绝对存在的东西。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啊明白了啊这个一部分的啊一部分的空心啊，明白了一部分的空心，佛将缘起心空啊，这当中呢，缘起啊，我们知道了啊，这张桌子它的存在是因缘和合而存在的，嗯，不是不依赖任何东西，不依靠任何东西而存在啊，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啊，这是因缘和合，然后因缘和合啊，实际上它是空心的一部分啊，这是我们个人的修行的角度来讲这样子，嗯。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呢，相对论啊，相对论是现代科学的两大支柱啊，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就这两个啊，现代物理的两大支柱啊，最关键的两个啊，这个啊物理就是啊物理学当中啊两个支柱。啊，就是最关键的两个，就是啊，相对论跟量子力学啊。那么这个相对论啊，爱因斯坦的这个相对论跟我们的《华严经》啊，有没有什么关系啊？这个我们也得要应该去了解一下。为什么呢？啊，我们啊还是要关注一下科学啊，科学的这个发现啊，我们也得要关注一下。为什么呢？啊？我们同样的解释一个啊世界呀、啊，科学从他的角度啊去啊解释这个世界啊，佛教以佛教的方法去解释啊这个世界啊，我们两个不同的啊方法在解释
一个啊一个世界啊。那么我们也要看一看他们的结论走到一起了，还是最后就是各走各的啊？如果各走各的啊，那么就是矛盾了啊。矛盾了以后呢，到底啊科学的结论是对的，还是我们的华严经啊里面讲的是对的啊？那么我们只能啊只能接受一个啊啊，只能接受其中的一个，另外一个啊我们只有放弃啊。那么放弃的话，那我们放弃科学还是放弃华严经啊？还是要啊还是要关注一下，我觉得应该关注一下啊，尤其是啊尤其是年轻人啊，学佛的人应该关注一下啊，科学揭示这个世界的时候呢，它的结论是什么啊？佛学啊，它揭示这个宇宙的时候呢，这个物质的时候呢，那么它的啊这个结果，它的结论是什么？这个我们应该去关注啊，应该关注。如果我们这些都不关注啊，都不关注去信仰啊，那不就是盲目的信仰吗？嗯，盲目的信仰就叫做迷信啊，这就叫做迷信啊。释迦牟尼佛他不喜欢盲目的去崇拜他，盲目的去信仰他的人，嗯。佛陀不赞成这样子的人，佛陀不喜欢这样子的人啊。那么佛陀喜欢什么样的人呢？反而就是喜啊，不跟随谁说什么啊，就是以自己的啊，以自己的智慧去观察啊，去观察，最后啊，去信啊某一个啊某一个宗教或者某一个这个学说观点啊。佛反而啊会喜欢这样子的人啊，佛就会赞叹这样子的人。所以前面的，比如说我们不观察啊，去相信啊，这就是下等根基的啊信仰。然后呢，啊不随随便便啊相信某一个啊宗教或者是某一个观点，嗯，通过自己的智慧啊思维推理，最后。确定啊，某一个宗教或者观点是真实的啊，从今以后呢，他就坚定不移的去相信这个啊宗教或者观点啊，这叫做上等根基的啊，上等根基的这个上等根基的啊信仰。所以啊，这两个呢啊，这叫做上等根基，或者是立根啊，立根的信仰和钝根的信仰啊，钝根。就是愚钝的啊，那么他盲目的信仰啊，有人说啊佛教好，那他就去信仰佛教；有人说另外一个宗教好，那他也就去相信另外一个宗教。他自己啊没有一个见解，嗯啊，这叫做这个钝根的信仰，嗯，立根的啊，就是通过自己的思考智慧去观察。啊，最后就获得一个结论的时候呢，然后坚定不移的去相信，这叫做立根的啊信仰。这两个当中啊，佛最赞成的啊，佛最喜欢的啊，喜欢的就是啊这个立根的啊立根的这个信仰啊。所以我们啊学佛的时候，尤其是像啊年轻人呢。啊，出家人专门的去学佛的啊，去研究佛法啊，他们呢应该更啊值得关注啊这方面啊。其他人呢，我们大多数的人呢也要去关注一下，因为我们真正的佛教徒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啊，既有科学的知识啊，也有佛学的思想啊，一个这样子才叫做真正的啊有智慧的佛教徒，标准的佛教徒。啊，这样子，所以呢，我们也了解一下啊，相对论跟这个华严经啊有什么样的这个关系啊？他们的这个结果，他们的结论是相通的还是矛盾的啊？我们先了解一下，我觉得还是啊很有意思的，嗯。那么，我们首先简单的。
啊说一下相对论啊。相对论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觉得这我们在座的绝大多数的人应该知道什么叫做相对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啊。相对论啊是啊1900年之前的所有的物理就叫做经典物理啊，比较久的物理。嗯，然后呢1900啊之后的啊这个啊物理叫做新物理啊，新诞生的物理。嗯，那么这个新物理当中呢最关键的两个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一个是相对论啊，另外一个就叫做量子力学啊，这样子。嗯，那么佛教从这个啊从物理的整体来看，它一直都跟这个佛教啊越来越近，走得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嗯，就是上世纪啊第一次发现，科学家第一次发现原子啊原子这个东西的时候啊，这个时候科学家以前呢科学家也有很大的争议啊，有人说有原子这种东西啊，有人说没有，实际上没有原子啊这个东西不存在，这是一种概念而已，实际上不存在，有很多这样子的争议。但是后来啊这个显微镜啊有进步又发达了以后呢，就看到啊真实了，被真实了啊。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真实了什么呢，就是证实了引证了啊佛教的十轮金刚啊，密宗的十轮金刚和现宗的阿毗达摩啊当中讲的这个物质的结构啊。佛陀就2500多年前就讲这里没有一张桌子啊，这里有什么呢，这里就有一大堆的微尘啊，微尘就是很细微的尘土啊，用微尘这两个字实际上就是原子呀分子呀粒子呀啊，就是现代啊用这样子的词汇，过去呢啊就用这个微尘啊，都是以微尘啊组成的，没有一张桌子。嗯，那么这个啊首次啊以显微镜来引证啊证实了佛教讲的这一个啊，这时候呢现代物理第一次啊在佛教啊离佛教啊走得更近一些了。嗯，啊走的第一步啊离佛教走得更近。嗯，进一步了。嗯，迈了一大步。嗯，然后呢啊就是在就是这个相对论啊出来的时候呢，然后又啊跟佛教更近了一步了啊。那相对论它讲什么呢？嗯，它讲的是时间和空间啊。相对论广义和狭义相对论，狭义相对论就讲时间的相对论和空间的相对论啊。空间的相对论就是一个物体的大和小，一个物体的长和短啊，那么这些都是相对而存在的啊，没有一个是绝对的长和绝对的短，没有一个是绝对的大和绝对的小啊，所有的大小长短啊这些都是相对而成立的啊，相对而成啊。那么它相对什么呢啊，它相对什么，它相对光啊，这个速度啊，光速度啊，就是因为速度的原因啊，这个速度快和慢啊这样子的原因，然后就决定啊，因为它的速度决定它的长和短啊，这个就是空间。嗯，那么速度是什么速度呢，就是光速啊，光速一秒钟啊就30万公里啊，一秒钟走30万公里，一秒钟也就是绕地球啊七次啊，也就是我们眨眼之间绕地球啊七次啊，那么这种速度叫做
光速，光速啊，所有的物体的，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长和短啊，一个物体的这个速度接近光速的时候，然后爱因斯坦讲的这个相对论特别特别的明显的，嗯，就在现实生活当中啊，不是很明显的啊，像现实生活当中呢，还是经典物理学家讲的是啊，就是我们感觉到都是这样子的，啊，感觉不到爱因斯坦讲的。但是呢，真正的啊，一个物体的这个接近光速的时候呢，然后它的物体就有个变化啊。比如说，我们同样的两张桌子，两张桌子，一个啊放在地球上，另外一个呢就放在一个啊宇宙飞船，它的速度接近光速啊，这样子的时候呢，它的速度接近光速的时候，然后这个物体就会缩小的啊，变成短的啊。那么它如果它的速度没有那么啊快啊，这样子的话，那就它的就是它的这个体积跟地球上啊长短啊大小是一样的啊。所以，嗯，这就是这叫做这个空间的啊，空间的啊这个相对论啊，简单的说，嗯。啊，然后另外一个时间的长短论啊，相对论啊，时间的相对论呢，也是跟速度有关系的啊。所有的这个相对论啊，它的速度接近光速的时候才会啊明显啊，他说的这些变化啊。如果速度没有达到这样子的时候呢，平时我们生活当中再快再快的速度都没有太大明显的变化啊。那么比如说啊，比如说，我们就在一个火车站啊出发啊，这个列车这个火车的速度，如果假设啊能够接近光速啊，接近光速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个在这个火车的车厢里面的啊24小时啊，也就是一天啊，走了一天，然后他再回到他的原来的这个终点站。这个火车站的时候呢，在这个火车站的这个时间来说，已经是很多年了啊，已经很多年了啊。那么火车站的钟表时间是已经是很多年了啊。那么这个火车里面的时间呢，就只有一天，只有24小时啊。那么24小时和这个几年啊，好几年，这个当中呢，就出现了一个时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相差啊。那么到底是啊是几年还是24小时呢啊？然后这个时候就只有这样子说啊，这两个当中啊，哪一个是真实呢？那就只能这么说。如果啊这个速度啊接近光速的话呢，那就是24小时。火车上的时间是对的啊，如果这个啊地面上的啊，或者是平时我们一般的这个空间时间来说啊，那么就是已经几年，五六年也好，三五年也好，这个是对的啊。这时候呢，只能说这个是相对的啊，这里没有一个绝对的，我们不能说啊。24小时是绝对的，也不能说3年5年是绝对啊，只能说要看速度啊。如果接近光速啊，那就是只有24小时，没有2年3年，24小时只有一天，一天是对的。如果啊光速啊这个速度不接近光速的话呢，那就是啊3年5年是对的啊，一天24小时这个是错的啊。这时候呢，就只有这样子讲，没有绝对的时间，只有相对的时间啊，这叫做相对论啊。简单的说，这叫做相对论。这叫做狭义相对论，这个就不多说了啊，大家应该知道的啊。那么我们现在啊，就要回到这个《华严经》啊当中来看一看《华严经》的空间的这个相对论是什么样子，《华严经》的时间的相对论是什么样子啊？我们先看看这个《华严经》的这个啊速度相对论啊。那么《
《华严经》当中啊，他也讲到了啊，《华严经》当中呢也讲到了这个一个时间和空间的相对论啊。爱因斯坦他提出的也就是只有也就这么两个，一个是空间的相对论啊，另外一个是时间的相对论，他也就这么两个啊。然后广义的相对论呢，它就是宇宙的天体任何上面把这个理论架在这个上面啊，取云酸取结实啊，这叫做广义的相对论，主要是狭义相对论啊。那么它的这个相对论当中呢就有这么两个啊，正好华严经当中呢也就这么两个相对论啊，一个是空间的相对论啊，一个是时间的相对论。所以他们的啊，第一个这个相对论相对的分类啊，完全是吻合的啊，不谋而合啊。然后我们首先看一下啊，《华严经》的空间相对论啊，《华严经》怎么讲空间的相对论啊？首先大家啊，请看看这四个偈子啊，这里面怎么讲？这是《华严经》里面的啊一个偈子。一毛端出大小茶，一毛端有多少啊？一头发啊，一根头发的啊最顶尖啊最顶尖的啊这个地方叫做啊毛端啊毛端，或者是我们身上的一根毫毛啊一根毫毛的最细的地方最顶尖的啊这个地方叫做毛端啊。那么这个毛端两个字，华严经啊和像普贤行愿品啊也是华严经里面的一部分，经常都出现这两个字啊。那么这个一个毛端啊，在我们生活当中现实生活当中啊，一个空间最小最小的空间是除了我们一根毫毛的丁剑啊以外，我们再也找不到更小的空间啊，找不到更小的空间。这个是我们的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最小极限的啊，极限的这个最小空间的极限啊，就是啊一个毛端。那么一个毛端当中呢，有什么东西呢？啊，大小茶，茶是什么啊？茶就是插图啊，也就是世界啊，世界。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地球也叫做插图啊，也就是插图啊，也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插图啊，娑婆世界啊，或者是插图，都是一个意思啊。那么这个我们现在看起来是非常的矛盾啊，一个典型的矛盾啊。为什么呢？就是一根毫毛的最小的丁尖啊，有什么呢？大小差，有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石阶，各种各样的插图啊。杂然清净处细差啊，有些这个插图啊，有些是有这个染污的，就像我们的娑婆世界，就像我们的这个世界一样啊，众生啊有烦恼，然后有战争，有饥饿啊，有很多很多啊不开心的啊这样子的事情经常都会发生啊，有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啊，这样子叫做染啊污染的世界。然后清净的世界啊，就像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样子的世界叫做清净的世界，然后除细啊，细微的世界，粗大的世界啊，这样子的清净和污染啊，然后呢，粗和细的这样子的这个插图啊，有一根毛端，有这么无数个插图啊存在。如是一切不可说啊，就是不可说，就是说因为这个一个毛端啊，有说不清楚的啊时间
存在的，一个锚端呢有说不清的时间存在，一一命了可分辨啊。这些时间呢，你完全可以一个一个时间啊，你都可以明了啊，非常清楚的啊，可以看得到的啊，可以分别的，完全是可以分别的，这个一点都不模糊啊。清净有什么样的清净的插图，有什么样的不清净的插图啊，有什么样的细微的世界，有什么样的触大的这个世界，一个一个世界啊都可以啊明了，都可以指导的，都可以分别的啊，不是这个世界呀、啊、就混在一起啊，这些世界都是在啊我们的心啊，完全是，比如说我们有更啊灵敏度更高的感官的话啊，那完全可以一个一个可以明了，然后呢一个一个都可以分别的啊。那么我们看看这个就是很矛盾的呀，这个怎么解释呢？我们很多人也在讲华严经呢，那么怎么解释的呢？这个不就是最大的矛盾吗？啊，这个怎么样解释啊？这个我们把这句话怎么样合理化啊，用科学来解释怎么解释啊，用我们佛学来解释怎么样解释啊，一根毛端，一根毫毛的毛端是我们的感官来讲这个空间的最小的啊这个啊极限，没有办法再小了啊，没有办法再小。那么这么一个空间当中啊那么清净的插图，不清净，清净的时间，不清净的时间，粗大的时间，细微的时间，无数个时间，而且这些时间啊都是一个一个可以明了清清楚楚的能够指导的啊，然后这些都是可以分别的，不是混在一起，不是模糊的啊，完全是可以分别的啊。那我们第一个啊，这个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没有办法理解的啊，我们理解不了，我们怎么想都想不通啊，一根啊头发的啊顶尖啊有这么多的时间，我们根本看不出啊，根本像不不可思议啊，一根针啊，现代物理讲一根针的针锋啊可以排列七个原子啊，七个原子啊，但是他说的不是七个原子啊，就是一根针的针锋跟一根毫毛的啊顶尖啊应该是差不多的啊，这个空间的大小应该是差不多的啊，但是科学发现就是只有七个原子啊可以排列，但是这里讲的不是七个原子啊，大大小小无数个时节都在啊一个啊这个啊这个啊锚端啊一根毫毛的锚端啊就有这么多的时节啊，这是第一个矛盾啊。认识中华护生协会，秉持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以及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理念，慈悲置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尤其时代环境变迁，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以安养物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目前护生园区于宜兰共有四处园区，新北有一处园区，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高平地区六处，金门设有一处。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务有：一、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爱护生命；二、认养清寒学童的活动，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以及提供海外僧伽医护经费，带国外僧众寻找护持功德主等行动；三、国内外急难救助以及婴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四、协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2021年结下的防疫共僧包发放等。只要是护持众生、利益众生的善行，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新逢燃灯古佛圣诞，慈悲置业高雄中山书坊举办礼拜药师宝忏，暨护生慈悲施食，恭请湛山法师主法。日期9月17日星期六，时间下午2点，地点高雄中山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0722123230723，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高雄中山书坊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高雄中山书坊。慈悲置业云林观音讲堂举办能严法会，恭诵能严经，恭请广护法师主法。日期9月20日星期二至9月24日星期六，时间每天早上9点开始。日期9月25日星期日堰口法会，时间上午9点，恭请慧泰和尚主法。地点云林观音讲堂，云林县虎尾镇新南里竹围60-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洽询电话05-633-1565，05-633-1565。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当日上午8点半，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南无小在
摩修赞引所有师父，南无小在引所有师父，南无小。
了真言说有十多，南无小真言说有十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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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真言说有十佛，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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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真小真言说有十佛，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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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真言说有十佛，小真言说有十佛，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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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真言说有十佛。